本辖十五日晚上九时许，在新店某高尔夫练习场，一名潘姓女子及另一名未成年男性，仅因与另一名二十八岁无姓男子在厕所间互瞄，潘姓女子及未成年少年因而心生不满，遂各持弹簧刀向无姓男子刺去，造成无姓男子臀部有多处穿刺伤。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，并将两名嫌犯立即逮捕，并协助护送无姓男子至更新医院急救，所幸并无生命危险。警方将两名犯嫌讯问后，将因杀人未遂罪依法侦办。